美国同中国近日不时就疫情隔空交锋，关系显得紧张。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嗰阵，形容同中国嘅关系处于非常艰难时期。几个月前至达成嘅伟大贸易协议，因为近期嘅发展而受压。佢对第一阶段协议嘅前景抱有怀疑态度。咁系咪终止协议？佢话未决定。特朗普嘅言论同佢班幕僚嘅讲法有好大对比。较早前，中美贸易代表至就履行协议进展通话，话会继续沟通，加强合作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明，双方都期待及时履行协议义务。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亦都话，中方持续向华府表明会全力落实协议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认为，协议二月中先至生效，而家评定中国嘅表现系太早。美国商会就促请中国喺中国经济正系复苏之际，大幅增加采购美国嘅商品，同埋进一步开放经济，希望中国信守协议承诺。有线电视记者郭思雅报道。